双层纯牛肉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之前有一个广告说，你知道能够喊出它的那个双层纯牛肉，独特酱料加青菜，极致洋葱双滑瓜，芝麻面包盖上去，好吃过瘾，麦香堡，然后它就可以给你好像第二个半价，还是买一送一，忘记了。好险，老子自己有宵夜吃，不怕你实况。靠的，要不要把雨声关掉？有好点吗？这样好点吗？大侠爱吃黑猫猫，吃完包包吐泡泡。那个天蚕角版本的你们会吗？天蚕角版本的，天蚕角版本的你们会吗？告诉你们，大侠爱吃黑猫猫，神经牛肉全是毛，香港市民添口福，吃完之后洗泡泡。